手巧克力蛋糕卷，内馅饱满，中间还有一个巧克力块 ，filling 十八巧克力塔，外皮相当酥脆，中间有好多层芋泥布丁、雪芙烧，芋泥给的很多，还有一片布丁、二级轩原味豆浆，打开竟然会漏出来。有新粉汤、排骨松汤，排骨超软嫩，冬瓜也非常入味。SF 蜡笔小新焦糖奶茶，搞笑了，我好像真的有包装障碍。SF 蜡笔小新可可奶茶侧面也有广智图案。台东出路黑糖拿铁，台东出路巧克力拿铁，两个口味都还不错。桂格松露可可燕麦奶，倒出来很浓稠的感觉。日本 Burger 巧克力三重奏千层蛋糕，我觉得超级甜。红茶花云皇家奶茶，听说在日本很热销。因为午后红茶热奶茶，包装上写日本原装进口。真香。
这次 Seven 新品就都开箱完毕啦，目前我每周都会发布影片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再麻烦帮我订阅一下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我的新片通知啦。